让美食快乐起来。各位好，这里是东南卫视，欢迎收看时来运转，我是主持人郭涛。马上为各位介绍一下到演播厅来做客的两位嘉宾。首先第一位我们要欢迎的是顶级西餐大厨，欢迎刘鑫师傅。大家好，刘鑫。刘鑫，中国西餐大厨，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，擅长多国语言和菜肴。那第二位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著名演员，欢迎龚哲。大家好，我是龚哲。龚哲，中国内地演员，2005年他首次出演电影《我们俩》，让很多人认识了这张青春面孔。这个龚哲最近有部这个大戏，马上就上院线了，叫这个《兄弟别闹》。对，他是演那个高晓攀，就是说相声另外一个，除德云社之外，他最有名了哈。演那个高晓攀的母亲，他小时候的母亲啊。对，回忆里的妈妈。这部戏是什么时候上？年底。哦，年底回到院线，就是快到贺岁的时候了。哎，对。希望票房大卖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那当然了，今天这个刘鑫师傅来这里，也要给咱们龚哲来露一手了。好，这个刘师傅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什么菜呢？今天我们做一个奶汁蘑菇烤面。哦。听起来就是很适合女生吃。太好了，我很喜欢。两位默默地点了点头。点了点头是。我还在沉醉在那个戏里。我觉得赚便宜的事特别好。没事，继续。哪个戏里啊？刚才你说的那个戏。他那部戏。对。还没上院线呢，你怎么就沉浸在人家的戏里？因为他演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也特别喜欢演，我特别喜欢演爸爸。你喜欢演什么？我演小孩可以吗？够配合了吧？真的是，来爸爸这个。今天要给大家做的这道呢，有一些食材菇类比较多。对对对，我们菌类菌类。现在是秋季呀、啊，秋季呀、啊，秋季吃什么啊？吃蘑菇啊。吃蘑菇。时令嘛。所以我们先选几个蘑菇。我们香菇给大家切成丝。哎呦，你看这溜的啊，这一般一到女生来，她都表现特别溜。这关键是扮演什么角色？那我是采蘑菇的小姑娘。好，你就演蘑菇好了。好吧，好不好？宁可被采。所以呢，今天选用了有四种。对，用一点、那个。就这个我不认识，这个不认识。对呀、啊，太好了，你不认识。你认识吗？你认识吗，龚哲？这个是叫帽子菇吗？好像小帽子。你也不认识，太好了。临时取的名字啊，叫帽子菇啊。对，我觉得好像。你还不如叫雨伞菇呢，还挺像一把雨伞的。这真正的名字叫做。等会儿啊，你们俩。你也不知道。你们俩给我说没了，把词儿给说没了。我这蘑菇叫什么来着？我自己写的我都忘了。这段千万不能掐掉，咱们照播啊。不要闹。那个黑鸡枞啊，其实是现在云南产的比较那个多的蘑菇。就是在我们的市场上可以见到。为什么现在是多的？以前现在是秋季嘛，所以是产蘑菇的时候嘛。菌子都下来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特意选了一种比较少用，我们家里很少少用的这个蘑菇。这个蘑菇其实我们都轻轻的一切就行，不用切太。很简单，对对对，不用太多。明白。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，提高免疫力。我有吃过它那个就是塑封的那种。哦。就那个可以及时性的，对。但是它那个已经是真空包装了，已经是。对。非常好吃。也挺好。但我怎么不认识？好好，这个四菇已经都料理妥当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加工它一下。来来来，去炒一下，好吧？好。然后在那个炒这个同时，我们把那个面其实已经都煮出来了。这个是什么面？这个是空心粉。是吗？你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我叫郭涛啊！我问你，这面叫郭涛面？这面叫什么？没有，不开玩笑，这个叫笔筒面。哎，有像各位，你看它中间是中空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可以穿过这里看到摄像机的红灯，叫笔筒面，它产自于什么地方？产自于意大利啊。意大利啊。啊。但是刘老师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，就是不是有那种蝴蝶式的那种面，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种？就是像笔筒似的，因为这个面呢，我们今天做的是个奶油味道，奶油味道的那个奶油啊，可以轻轻的就灌到里面去，挂在里面，对，然后那个 cheese 可以裹到它，哇，这个你想想那个味道就进来了，如果使那个蝴蝶面呢，更适合去做沙拉，沙拉凉拌那一种，它可以轻轻的就可以跟其他的蔬菜在一起，长知识了，好吧，好，来我们开动起来，好，今天有这个笔筒面。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，应该是女孩子特别喜欢。好，喜欢。
帮这些都给我调过来，我知道，帮您调。我也有做一种就是炒的意面，就是那种长条的，然后是用那个也是用菇类，但是提前要把它泡，泡完了以后用那个菇类的水，最后是淋在上面。哎呦，真好，可以，太好，香的。你看我这个做法啊，跟你那个做法差不多，就是我要把它放到一个锅里。一锅出来，就是不是像中餐我们要炒一下冲下水啊，是是是，然后再拉一下油啊，我们都不用，我们把面煮好了之后，只要把这个汁儿跟面混在一起，然后再放一点奶酪，放到烤箱里10分钟就好了。感觉这个刘师傅学西餐就是为了方便。其实西餐一点不方便，我今天做的都是简易版的西餐。简易版的，这个洋葱碎啊，我们可以选那个小葱，比较小的那个干葱，这样会吃出来，那个炒出来之后啊，这个会非常甜，葱头，葱头，小葱头，不要用那个大洋葱啊，不要使那个特别大的洋葱，那个特别大洋葱会有那个辛辣味儿，明白？你切的时候就会呛眼睛，对对对。那您切这个时候流泪了吗？洋葱也不是没有，他都是学徒在旁边切，他当到大厨就是这种特色，你知道吗？你去把那个给我切。切洋葱的最佳状态，保证不杀眼。放一个蜡烛？不是，放水里，闭着眼切。那手怎么办？没有，没事啊。我知道他这句话，我都快闭眼过去了。没有，还有一种自己不会流泪的方法，让别人切。好吧，我们把那个洋葱炒的差不多呢，我们加一点点蒜。好嘛，蒜不用太多。啊，洋葱的味道已经出来了，好香啊。对。稍微来点油，橄榄油，一炒这个蒜，是故意区域性的炒吗？还是区域性的？你不能全国一起炒吗？没有啊，我想到小的时候有一个笑话，不就是那个怎么样把红豆和绿豆分开炒？对，那就炒两颗就好了。永远炒点蒜，我们就把蘑菇呢一次性就都下去了。这蘑菇是很容易出水的，蘑菇一会儿就会出来好多的那个水，那个水呢，就像刚才你说你做那个面，用那个蘑菇汤一样，这个我们就用这个汤去做这个酱。那您这比我这好，您这还加温了，我那个是凉水泡的。跟着咱们宫哲的这个说法，说这个红豆绿豆就炒两颗，那世界上编辫子编得最快的人就是三毛了。总共就三根啊，编完三根毛，然后炒个绿豆跟红豆，那个咱们现在这个菌类啊都已经插下去了。它那个蘑菇现在已经，为什么蘑菇没有出更多的水呢？是因为我们用的很大的火。如果你在家里，我说我要去看电视了，然后你就放到小火，它的水就自然会出来。原来如此。对，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奶油。哇，有一个说法，不知道对不对，说这个当年在那个西方，尤其是美国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糖特别少，就是糖特别贵，所以导致到后来有很多的西餐呢都是要放大量的糖，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富有的表现。这是歪理邪说还是真有这么个事？我没听说过。你没听说过？那这个事就是真的了。他无法确认我这个事是假的，在此情况下我就当它是真的。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汤。汤，我们刚才用那个煮面的水，我加了一点水，为了让这个面好看呢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绿色的。刘老师，您说刚才郭老师是不是暗示您要多放点糖？这样显得咱们比较富有。对，我刚刚那已经不算暗示，我那是挑明了让他好像就是不听我的。对，没办法，谁让人是大厨呢，对吧？我加了一点番茄酱，是因为呢，我们其实吃意大利面更习惯的是喜欢加番茄。而且番茄酱呢是比较简单的在家里。然后我们搁点盐。都有啊。不要搁太多。然后胡椒。胡椒。最爱。哎呀，这个复合性的味道啊，这个反正我不知道宫哲你怎么想，我是已经受不了了。我可以，因为你们拍戏的话是都吃剧组盒饭比较多，对吧？我们是铁胃，都不能改善伙食。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面啊，面，因为面我们已经煮好了。是在家里煮的时候煮面，其实好多人问我，哟，这个意大利面到底煮几分钟？怎么鉴定熟没熟？特别特别的容易，看面说明。
哦，对，那包装上有面说。对了对了，其实这个你要不要这样子这么糊弄的告诉我们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真的不是糊弄的办法。世界上最好的大厨，他也一定是看面上的说明，然后看这个面，因为每个面的成分是不一样的。明白。有的面呢是用更多的小麦粉做的，有的面呢是加了颜色的，有的面呢是不同的形状的。明白了。所以每个面的煮多长时间是一定要看出厂说明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西方跟咱们东方就不一样了啊。对对对。西方的这个面就一定要看说明书。我觉得这个老外就对这个特别的考究的地方就在于，他们对于什么几克啊，用多少的量啊，是非常之精准的。对，因为他们没有我们手感好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行程，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所有的时间定得很清楚，这样大家就可以按照标准来做了。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汤啊有一点少，我们就加面汤，不要加其他的东西。明白。哎，让它稍微有一点稀的状态。你要尝尝吗？因为我已经刚刚偷尝了一个。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他们俩算是过起日子来了，显得我多么的多余在旁边。甜味够不够？特别好。好吗？特别合适。好，超好吃。因为不能放太多的盐呢，也是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放一个很重要的原材料，马上我们就放。你看这已经都盛盘了，我在这个画面里啊就很难同框了啊。我是以一个邻居的身份过来看他们两口子怎么弄这个面的。好吧，我是以借醋的名义来的。一会儿再来借个蒜。我们现在放上这个奶酪呢，是在市场上也很容易买到，可以买那个直接擦好的丝，就不用自己回家再去再擦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面呢，我放到烤箱里烤十分钟。十分钟，好吧，十分钟以后来吃，好吗？十分钟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，这个刚刚是多少度加热了十分钟？十分钟180度，我们就烤熟了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恶心啊！真的是，因为名厨整天做这幼稚的事情，但是不影响他做出美味的食物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来试一试他的这个美味的名字叫做美味的烤面。来，公哲，谢谢。你就别吃了好吗？那么肥，你使劲吃。我要先试一下这个面。刚才这个煮之前，这个面是无比之坚硬的。现在却变得很软糯。公哲怎么样？点评一下。特别好吃。然后放点胡椒。太会吃了。你是忘放了吧？什么叫太会吃了？放了很多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哦，喜欢吃胡椒就可以多搁。我喜欢吃胡椒。这个吃法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个吃法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跟那个公哲我们俩聊天啊，这个在家里啊，你就提前做好了，放到冰箱里把这个面，然后你去看电视了，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烤盘里，放在烤箱直接烤，定个时间，定个十分钟，180度十分钟，定好之后呢，我继续看电视，然后那边噔一响，还我们俩继续看电视啊，我这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们来吃这个面吧啊，特别好吃，而且菌类每一个菇类都是在嘴里 QQ 的咬起来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我觉得这种新式的做法，因为现在都已经是地球村了嘛，也别老守着咱们一种中国菜吃个不停，感受一下，对不对？西方美食的独特魅力。好，希望今天这道菜的电视机观众朋友们能够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须须不能吃，我知道这个不能吃，已经去掉了。须须不能吃，对，就是它的这个腮，这叫腮，腮也不能吃。走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可以看到，哎呦，天哪，小兔子，这太帅了，这个，看到这个，哎呀，红的颜色，天哪，而且你这个排列组合的。
排列组合的真的是。